牵挂一个人，你会时刻惦记着，日夜期盼着。若不能相见，就难以入睡；若陪伴相守，就不想分离。被别人牵挂是很幸福的，内心不会感到孤单，做什么事情都有勇气，不畏惧挫折，有人陪伴你。内心有委屈，有人安慰你，有人陪，寂寞会远离，有人伴，生活有乐趣。真正的缘分，不怕时间改变，不惧距离拉远。你需要我，我牵绊你，两个人相扶相依的走下去。可以争吵，但不影响感情；可以生气，但不彼此分离。不见面，也不会渐行渐远，感情不会随时间浅淡。若见面，不会觉得陌生，想说的话怎么说都说不完。一份牵挂，两颗心；一份真诚，两份感动。牵挂的滋味有谁懂？想一个人的心情谁能懂？牵挂一个人，掺杂太多感情；思念一个人，需长久的耐力。若有人真心实意的牵挂你，你要知道珍惜，懂得感激。牵挂是最真的情，怀念是最深的意。别让在乎你的人伤了心，别让关注你的人凉了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